如果我要当上了全县的县尹，我一定要让全县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县尹，其实你想当就能当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当不了县尹？我屈原在此立誓，一定要当上全县的县尹，让全县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 你说你是谁？屈原。你是屈原？他是屈原，他是我的弟弟。屈大司马是正室家父。编，接着编。 我真的是屈原。够了，你到底是谁？莫愁根本就不关心，只是你仗着自己念过几句屈原的诗，就说自己是屈原，是否犹如祖上门风？我，哎呀，他真的是屈原。你要是不信他的话，你总得信我吧？信你？啊！你们两个半斤八两，我会信你？哎，二位公子救了我爹。 莫愁在此，谢过二位，你们走吧。哎，莫愁，还有，以后也请不要再来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啊？那么喜欢屈原的诗，怎么见到这人反倒这样了？真是莫名其妙。两位公子，天色不早了，此去影都遥远，两位还是先请回去吧。朋友见面，怎么这么快就让我们走啊？ 走吧。